由四天的港中人一旦脑压紧迫了，对呀，用油站方式来中间动脉，韩国系公阿多就一旦脑，遇到的感受紧迫了是用的眼回开，从其推动神农教育的高雄市，闽南其福安国小就利用空格红眼，做出简单又好用的香料器，安尼好教的神农教育天就唔是用农药的，全教的事实没会使得韩国安全。我们这个地方把它切下去。切掉啊、哦！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电视影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会把它套进去。先从空的水桶切开来，再用眼线推它背后，代表你唔买农产品以后，一个简单又好用的金箔罗香料器就做好位。空的五公升的水桶，它可能平常没有在用，只能做资源回收。那我们再去寻找一些我们田里。打下来的所谓的 NG 的农产品，例如番茄，例如高丽菜、例如一些米糠，我们利用这些东西把它组合成这样的一个捕捉器。同香料器表演学校的神农教育厅，碰到的上过来进步了，就会将一桶的度，做两三日，桶的地杯就已经尿到位，慢慢的进步了。也对长期推动友善耕作的富人国小来讲。唔但维护嘅生产环境嘅安全，嘛增加米嘅产量。进得去出不来，它福寿螺它有重量，然后它浮不起来啊，然后它出不来，都可以喂阿伯，各位阿伯都做得食。因为福寿螺会吃稻米，所以我们要用这个陷阱来抓福寿螺，这样子我们的稻米就不会减少。我们这一块田大约四分地，那在前年的产值大约是4000台斤的稻米量了，那经过我们这样的实验之后，一年大约增长了5%的产值，然后也就是说大概一年之后，一年的产值大概增加200台斤。那也让我们整个午餐的食材哦是无语的。冇用农药的方式，帮全教师生食大更安全。利用空水桶制作的香料器，含的口味得到位，可用师总是有好口高赞，生物口味第一名。教方讲会继续提教女推动香料器的相关教学，也希望同环境永续的观念传播下一代。下个新闻整份资工报道。